首先，让我们来做安全设定的部署。到 Google Play 寻找 Google Authenticator。然后下载。下载完毕之后，直接开启脸书或 Instagram。进入设定。再到安全设定。再到使用双重验证，第一，绑定电话号码和短讯。二，进入身份证应用。选择 OK， 这样设定就完成了。